一开始呢，他们这几位呢，大概只有两三位可以临工。那画下跟我练功夫之后呢，我的发射器这么大，它的接收器也慢慢打开了，所以我现在几乎都可以临工。那水哥，来，我们往前站一下，不要怕。不会啊，因为毕竟是遥控，好，那它不会像我刚刚那个力量那么大，好，那还有就是我在表演，我也没有必要说我要把这个锁链要去打它，要打到怎么样？像我刚刚在打，大概都发六成左右、七成左右，我还没有发到最大。你看，那我们在讲就是说，在临空的时候，在动画线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是一个能量的连线，然后练久了它就有了。所以说，你看，你也不要想太多，其实它连起来也没什么好玩，大家看了。今天比较难连一点，好了，现在宝宝，我给你看，这样。一定往后吗？哦，都可以往前。啊，我最喜欢往前过。啊，我最喜欢往前。对方是谁出的馊主意啊？对啊，再进来。就是这样。对，那你去看我脸书，很多人都不相信，我还找了三个小朋友在试。那小朋友没有必要作假啊，都五六岁了。哦，你可以试看，我吸过他，他们就往后跑，然后笑得很开心。他根本不晓得发生什么事，他只是觉得很好玩。那他妈妈在旁边看，都怎么讲？他回去要赶快把这三个小孩收精，你知道吗？不可以收。好，用手摸手。好。哦，它只要碰到身体任何一部分，啊，真没打。你看，我看到它地上躲可以，它地上一停下来，自己就很，这也是很会表演。哦，我看到看它在地上还像横移。对，我说你看这个手哪里可以放？哎，我真没打。你听它的脚步声像不像脚？回命！每个人都说我找这个啦，好、哦、又瘦又小，这只我应该又瘦又小。第一次我想跟他拍照，我就觉得我很娇小。对，他叫190，一百多少斤？啊，190。对，我说体重，哦，体重98。你上次跟我讲100，现在讲98。没有，他瘦了，他减肥，他瘦了。OK， 好，来看，我用正常的力量打他哈、哦、，Good。了不起一步了，哦，那我要去维修，那真的是有多重了？小心哦！护身符，护身符，要打点护身符啊！你要怎么样啊？下去就你刚才听到那个屁股那个声音，它正常你去打下去，它不会有个加速度的往下扎的力量，对，它这样，然后这一百多公斤可以这样弹，一个胯很贵啊，对，它是不太可能。所以说你看，像它也是，看它这肌肉那么壮，你去打它会动，怎么动？你告诉我，这样动，看得懂？对，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讲的很奇怪的东西，看起来。对，我只是告诉你说，他的能量我把它用来武术上，他竟然可以发现到这边。我只是破解了一两百年他们所谓太极大师的内功功法。那我破解完的时候，我跟大家分享，但是一两百年前他是不是这样做的？事实上90%趋近了，因为我们已经看得到他有影片留下来，我们可以看他能量传递，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去模仿他用能量去打他，就是这样的。哦，那个东西就是我们一般没有看到，你会觉得很怪。然后我们就看武侠小说，我们就看到一个六脉神剑，那六脉神剑断律有没有？咻咻咻！然后后来我也给你出来，看一下。对，我六脉神剑说你，他想跑，很难过。
戴口罩，穿。男生要戴口罩，照穿。对，主动，眼睛一定要看你吗？不需要，啊，闭着眼睛，闭眼睛更好打，闭眼睛更好打，闭眼睛更好打。对，有时候在外面表演的东西，就跟被骂跟狗一样。但是我还是要强调，其实我表演这些，我也没有说我大师啊。那为什么大家把我骂一下？无聊。对，但是就大家我们在以前学校学的，跟你的物理认知，你会觉得不可能。对，但是我们的确练出来啊。对，我还是一样嘛。学长，那大哥他们都领我便当，有啦，我刚才请他们吃牛肉面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学长100万来，老师你们有配合我演出的100万就你来，100万就不要。帮你赞助一下，500万好不好？